由福田大地主 AAA 信泰评级卓越地产倾力打造，为东海岸线唯一无抵押最具异国风情依山而建的低密度高品质大型滨海屋苑卓越御山海，国际五星级酒店无边际双泳池私家海滨隧道直通 8.3 公里纯白沙滩，28万起就可以买到一线海景市正住宅，55万起就可以买到双套房神质，比隔篱楼盘租都平咗30万，45万起就可以买到港人最爱嘅湾区唯一空中复式5.8米双室真住宅，卓越品质精装交楼，想唔想轻松享受另一种慢活人生？快啲打电话嚟查询啦！GC Global 环宇选盘上市公司附属机构，专营大湾区的物业专家，为你提供专业信心的双重保证。我们的频道除了最新最快的市场和选盘资讯，还有最贴地的影片和最贴心的服务。如果你还未订阅的话，记得现在即刻订阅和按钟仔，那就不会错过以上精彩的内容了。总之选择GC一定包你啱嘅。各位觀眾朋友好，咁又我哋華語信聞 Nelson 啦 ，Michael 啦，係啊，馮總，咁啊，馮總咧係我哋嗰粒卓越魚生嗰個營銷總監啦，即係呢度嘅華視一站人嚟嘅。咁啊，我想今日咧就即係百忙之中咧抽空咧接受我哋嘅訪問啦。咁啊，今日我都準備咗好多問題問你嘅，即係好，真係。好，辛苦你哋，辛苦你哋，辛苦你哋。咁啊，同大家睇一睇先啦。咁今日幾個問題啦，我諗相信都係好多觀眾朋友咧有興趣想知道嘅。最近好多公司都爆煲，好多負面消息。咁卓越而家係咩環境、咩情況咧？咁第二個問題就係話，喂。做一個福田大地主，哇！深圳又有地，前海又有地，深圳地王都係你卓越嘅，點解要跑到嚟惠東呢度一啲我哋咁偏遠嘅地方去開發咧？冇錯。第三個問題話，聽聞呢度咧有好幾隻咧係土行有好特別嘅回應，當初你哋係點解會有咁嘅諗法啊？或者係點樣要咁去規劃咧？第四個問題就話，大家知道啦，雖然話全國聞名嘅旅遊城市，全國應該好多人買嘅喎，仲要攞去香港賣咧，係咪買唔到咧？呢四個比較敏感啲嘅問題，麻煩一間馮總都幫你解答。冇錯。不過入正題之前咧。咁啊，就係非常之多謝馮總啦。有呢幾日都帶我哋參觀咗好多啲雙灣啲景點啦。咁啊，我覺得成個環境就係阿 Michael 你成日講嗰句，好似我哋香港島南區或者淺水灣嗰一大人，背山面海，有成意見。咁但係除咗啲好天然嘅啲環境之外咧，其實咧最打動我哋係琴晚。係啊，琴晚請我哋食宵夜啦。係啦，去咗嗰條街啊，成條街真係好似嗰個泰國巴提亞嗰條 beach road 係海濱路啊，中文海濱路。左邊全部啲餐廳食肆啊，大排檔啊、小排檔啊，右邊係賣啲椰青啊、賣水果啊、啲泳衣咁樣。好多好多呢啲。跟住係沙灘啊，即係行兩步就沙灘啊。係啊，即係好好 feel 啊，係啊。係啊，係啊，所以有靚嘅嘢又有，接地氣嘅 local 嘢又。係啊，係啊，係啦。咁啊，真係非常之，我覺得非常之。啱香港人，其實我哋商業灣啦都嚟過幾次啦，咁就，但係你琴晚車我哋去嗰個經過嗰啲地方咧，其實我哋都冇嚟到。我哋可能忽略咗先，忽略咗啦，地唔知道。我冇帶你哋去，之前冇時間。咁啊，但係咧就確實亦都係改變咗個商業灣嘅三觀，即係一直以為就係一個海邊啦，旅遊度假地方，但係咧就原來佢嘅夜生活啦。都唔輸蝕嘅，明白，好豐富，好豐富啊！因為香港人咧都係除咗話即係我中意一啲靚嘅環境之外咧，即係就玩海啊，住得舒服之外，咁其實香港人係好貪玩嘅，不過香港好中意去旅行嘅，去旅行嘅時候咧好中意捐窿捐罅揾嘢食啊，飲飲食食啊，到啲嘢食下啲地道嘅品味，係啊，所以我就非常之覺得呢個地方係好啱。好啱我哋香港人，誠意推介呢個項目。真係以後唔使搭飛機啦，唔使搭飛機，直接過嚟呢度，我再兩個零鐘可以到。係，直接喺香港過嚟啦，OK，唔使搭飛機。其實我哋香港都有呢個永通巴士啦，可以過到嚟我哋呢個雙魚灣呢個位置啦，大概係港口鎮嗰度啦。其實咧就永通巴士咧一直都有一個直通巴嘅。咁呢個以前其實幾年前我過嚟就係坐呢只直通巴過嚟嘅。嗰陣時未封關嗰陣時嘅。咁所以其實相信亦都通咗關之後啦，咁嘅巴士都會開通翻。可能到時會改行蓮塘啦。系啦，以前你就唔係行蓮塘噶嘛，明白？系啦，咁可能而家最新應該就全部都行蓮塘，咁啊更加唔需要更加煩，更加煩，系啦。你話唔中意坐直通巴嘅，咁其實坐高鐵最方便噶啦。啊，好方便，好方便。咁啊，西九龍上車應該5分鐘去到惠東站啦。惠東站過嚟就係大概30零分鐘。30零分鐘，即係2個鐘之內咧都係大概。係啊，咁好似從一個碼頭噶嘛，其實呢邊係嘛，有個觀音碼頭，將來都有機會會開啟一啲航班啦，係啊係，去翻深圳同香港啦。呢個碼頭其實而家已經係準備緊定係點樣咧？啊，呢個碼頭一直都係用緊啊！以前。
前是民用的，現在它是軍用，因為這邊是用軍用基地嘛，再加上這兩年即是疫情啊，即是政府對即是那些即航海上那些把關是比較嚴一點的，可能這個明年啊應該有很新的一個規劃會出來，因為它是成它是已經是正式的一個碼頭，它不需要什麼基建，即是硬件在那裡，是啊是啊，即係總之到時有啲政策啦，係啊係，搞掂之後咧就可以搞掂開。係啊，其實惠東呢邊好多即係原居民都去曬香港嘅，香港嘅，即係好多原居民都係我哋了解噶，好似本地一啲做生意噶，或者翻嚟啊開餐廳啊，基本都係香港人，香港人多。所以茶餐廳啊，特別啲啊，呢度係好多，因為呢度咧其實有兩個鎮嘅，一個係蘋果鎮啦，一個港口鎮啦。咁咩鎮裏邊咧最熱鬧嘅地方咧，都有好幾間茶餐廳嘅。係啦，好似新超記等咧，嗰啲其實出品咧同香港嘅味道係一唔一樣。係係係啊！再加上我突然間諗起嗰個香港跑馬，一匹馬叫平海福星嘅，以前啊，都係我哋呢度嘅。啊，都係係啊係啊，因為我哋。有個鎮叫平海鎮啊嘛，所以嗰個即係嗰個馬主啦，都係平海人，叫做平海福星嗰匹馬。係啊係啊係啊，佢好多人翻嚟做啊一些建設啊，翻嚟養老啊，啊養地跑啊都比較多嘅。咁啊問翻阿馮總啦，唔介意啊。其實之前都講過啦，好多上市公司又好啦，或者國企央企都好啦，其實都有啲負面消息出嚟啦。咁其實你卓越咧，其實係咩環境或者咩情況？其實卓越咧應該好多人都認識呢個企業，但係我哋老闆就非常低調嘅，即係好少話去做大推廣咯。好似福田。即係整個深圳嚟講啦，我哋要40棟嘅寫字樓，包括嗰個深圳前海一號啊、深圳中心啊，呢啲都係我哋公司嘅。佢至於而家佢係靠收租，佢嘅現金流都好足。好似即係前段時間六月份嗰個國家嘅金融機構評級，我哋係3A 級嘅。兩即係深圳兩個本土企業有3A 級啊，一個星河啊，同埋我哋公司卓業都係3A 級嘅。3A 級嘅概念係咩咧？即係佢。好似人嘅精神一樣，即係精神非常良好。你邊度貸款啊？喺邊度做融資啊？呢啲啊，都會去受禮。即係人嘅精神一樣，佢就屬於企業嘅精神。即係星河就大家都比較熟悉啦，都係商場啦、圍村啦。係啊，卓越咧就係搞寫字樓。係啊，寫字樓啊，仲有高檔嘅商業啦。係啊，係啊，仲有我哋深圳嘅卓越匯啊，都好多大型啊，即係綜合體啊，都係我哋嘅。其實卓越呢兩年嘅發展咧，其實同即係。整個大灣區嚟講，佢係做得好快，但係好低調。譬如講，即係前兩年我哋上市一個物業，叫做粵港澳大灣區高端商務物業上市第一股。係呢個股上咗之後咧，就係整個粵港澳大灣區係第一股嘅啫。佢係專門係做高端商業物業嘅。比如即係騰訊啊、阿里巴巴啊，即係呢啲大型嘅國家嘅重要嘅經濟體咁啲企業嘅。物業管理啊，都係我哋公司做嘅。咁應該講其實就啦，因為我都聽過嘅。咁就即係內地呢邊啲民眾啦嚇，咁就對房地產個睇法就係房企住宅咧就萬科，但係物業管理咧叫做反而係卓越。係啊，即係做最高端嗰陣。係啊，係啊，商業管理。係啊，你睇深圳咁多大型嘅寫字樓，地標級嘅寫字樓，基本上都係我哋卓越，我自己嘅物業，自己嘅。資產都是我哋自己嚟做嘅啫。好似深圳40棟寫字樓，全球各個個國家唔同嘅人、唔同嘅企業過嚟深圳呢度發展啊，咁面對係全球嘅客户，所以我哋嘅商業高端商業物業嘅服務可以上到市，然後做埋粵港澳大灣區嘅第一股，我覺得呢個係真係。平即係靠佢自己實力咯。其實可能因為唔係話太清楚，係因為老闆真係太低調，放實事嘅人，係啊係啊，求是，係啊係，非常之低調我哋老闆，因為有實力，唔水有妝容啦，係嘛？咁啊，不如我哋講第二個問題啦。咁啊，大家頭先啊，馮總提過啦，深圳嗰度咧40幾棟寫字樓，係高端嘅寫字樓，係喺好靚嘅位置，寫字樓商業物業，收緊租，係一個福田大地主，成個福田大地主，點解會嚟到惠東呢個商業灣咧？因為唔係話惠陽喎，唔係話惠城。喺惠東縣呢個地方開發一個咁大型嘅項目咧？呢個項目啊，卓越粵山海啊，佢係我哋整個集團第一個旅，即係旅導項目啊，旅導項目第一個旅導項目，所以即係我哋嘅做嘅規劃啊，做嘅户型啊，包括我哋選址啊，都同人哋區別好大。有冇發覺？比如啊，我舉一個例嚇，我哋喺南門海，即係呢邊係叫南門海，南門海佢而家都係。基本上都係大型嘅開發商去做嘅，譬如啊，即係隔離啊、萬科啊、到我哋啊，再隔離啊，就係星河啊，都係呢啲大開發商去做嘅。點解即係全部係集中喺南門海呢？其實南門海同東山海其實有好大嘅區別㗎，好大區。第一，
即係南韓海啲沙質啊，佢好似奶粉咁噶，好細，即係好油，嗱好油。就親自去 feel。係啊係啊，行咗行幾步係嘛？好似係啊，行咗13000幾，我差唔多都係。係啊，咁樣 feel 到個沙係真係好好粉好綿。係啊係啊，緊腳。啊，唔會。係第二個問題咧，佢就係即係南韓海啊，佢啲海水好平和，嗱佢睇到風浪，但係好平和，佢可以沖浪，可以真正游水啊。佢都可以做到呢一批，即係天然嘅浴場咧，我哋叫做。但係即係其他地方啊，好似東山海啊，佢風浪比較大，可以可能游唔到水啊。所以南韓海佢有天然嘅，即係自然資源啊嘅優勢啦。啊，再加上佢南韓海隔咗一條主幹道，呢條主幹道叫做啊環島路啦。環島路上邊就全部係山體。我哋做到山體上要睇海嘅感覺，同做到沙灘邊上嘅感覺唔一樣噶。啊，比如即係佢造價成本咧，我哋係即係半山坡嘅建築，你有咩優勢呢？佢主要係山體嘅打地基啊，要全部要爆破。我哋爆破成本都用咗成2億嘅，啊2億啊，係啊，啊因為海邊嘅係沙質嘅流動性嘅，但係山體嘅固體性嘅，所以即係。我哋嘅建築啊嘅穩定性同建築嘅造價成本，再加上建築嘅風景度同佢嘅睇海角度，都同人哋唔同啊，係啊，啊呢個係我哋嘅第一重要嘅優勢咧，就係南門海，我哋呢邊係睇日落嘅，係啊，其實我哋人睇日出啊，睇日落啊。其實日出冇咩好睇嘅啫，講實話，日落出嘅時間好快，係啊，快，係啊，係啊，昨晚即係你哋都睇到啦，即係呢個黃昏落個晚黑，係啊，長啲啦，係啊，係啊，經常睇到火燒雲，係啊，火燒雲經常會睇到啊，由呢堆火燒雲即係海啊，都係顏色同天嘅顏色係一樣嘅，所以即係卓遠呢邊佢係睇火燒雲係最佳嘅景點嚟嘅，最佳嘅拍攝點，再加上即係我哋項目啦，即係喺啊萬科啊同即係嗰個。啊，星河，我哋喺中間啦，中間啦，即係我哋係就係前2年先開嘅，啊，萬科已經係做咗10年啦，係嘛？我哋新入嘅項目必須同好多即係呢啲競爭對手或呢啲強大競爭上有區別啦，所以我哋嘅户型啊設計啊，即係同人哋有啲好大嘅區別。我哋注重係現代户型嘅升級版，比如啊，我哋做嘅係雙套間嘅兩房，啊，雙套間嘅兩房，即係76平方啦，佢係。有2間房啦，2間房都係套間啦，啊，即係啲客户過嚟或者過嚟居住啊，或者報價，一般都係一家人過嚟噶，嚇，一家人過嚟嘅話，即係叫做方便好多，一個私密性比較方便，一個佢嘅陽台有7米8嘅大陽台，啊，睇海嘅感官啊好高好多，啊，即係嚟呢度真正可以做到居住啦、度假啦，其實好適合香港人噶，啊，你睇下。比如啊，南區啊、淺水灣啊嗰邊啊，即係嗰啲豪宅類啊，都係舒適感好強啊！我哋注重係舒適度同空間感。呢啲問題正正係頭先咧，我就想問阿馮總嘅第三個問題咧，即係今次咧，我哋呢個啊，雨傘嗰啲項目啊，其實有幾隻户型咧係，我諗係成個大灣區都比較少見。係啊，係。特色啦，講咗啦，阿馮總提過啦，雙套房呢啲神跡啦，以為單間都比傳統嘅單間，傳統嘅單間係好長好窄㗎嘛，你哋單間係好闊嘅，係啊，好闊，四正，係啊，正方形嘅，係啊，正，好容㗎，係啊，係。點解會？即係搞呢三隻嘢，其實即係頭先冇講到嘅就複式，其實喺整個粵港澳大灣區啊，真正嘅複式睇海啊，只有我哋有嘅啫。啊，點解會做呢隻户型呢？其實我哋係5米8嘅層高，即係兩層，一層係2米9啊，有2個陽台加埋要32個平方啊。又係都係帶雙鎖匙嘅，點解雙鎖匙？即係一層可以自己住，樓上可以出租俾人哋。啊！呢啲全部可以做到雙鎖匙，即係好現代化啦，好即係升級版好多啦，即係同嗰啲 loft 啊嗰啲啊區別好大嘅，啊差好多。呢個普通 loft 嗰啲啦，即係我哋嘅複式可能係4米5啊，可能係4米8啊，咁樣啊，4米0嘅啫。但呢個係5米8嘅，真真正正每一層都有2米9一個正常室內嘅高度，總共加埋有5米8，而且有樓梯。係啊，仲可以係上下可以分開使用嘅，係啊，上市係啊係啊，每個樓層有個獨立嘅門可以鎖到嘅，係啊係啊。其實我哋呢個複式嘅户型同呢個雙套複間嘅户型咧，即係我哋針對嘅係主要係南方嘅客户啦，南方嘅客户啦。譬如即係我哋做呢個產品咧，都有嘅去香港啊、澳門啊，仲有廣州、深圳做，即係成日。調研翻嚟，結果就係、是，即係而家人啊嘅生活水平提高咗，跟以前唔一樣。可能以前嘅設計係3房
一例，啊，而家好多設計就三房兩例，啊，可能好多兩房一例，但我哋兩房兩例，啊，再加上即係好多即係平層，佢要兩間房。係嘛兩間房，但係我個高度做高咗，做多兩層，有兩間房，佢舒適度唔一樣啦、嗯。啊，即係喺户型嘅基礎上做一啲升級啦，升級啦，特別即係好適合香港客户。我六月份我買咗有32間係香港客户買嘅，因為咁犀利啊！因為佢過唔到嚟嘛，基本上我哋係網上睇房啊，即係直播啊，同啊直播同佢睇房都係好多轉帳過嚟啊，轉帳過嚟。因為點解咁多香港客户中意咧？其實喺香港都係大家知道話好多係公租屋啊，其實以前的公租屋可能廁所喺出邊噶，啊而家啲公租屋可能廁所啊喺入邊嘅，唔係入邊嘅，係啊。哦，係啊，裏邊咧有個廁所，係啊，係啊，咁後屘再升級啦，我哋話兩房一衞，一衞嘅，係啊，再升級啊，三房兩衞，係啊，四房而家再升級，我兩個房，兩個都係套房，或者兩次都係套房，係啊，係啊，咁私密性能仲有空間嘅，係啊，好嘅。嗱，咁啊，其實係啊，即係我哋簡單啲形容啦，都係雙套房噶啦。啊，係。啊，究竟你係上下中意上下左右啦？係啊，係啊。咁大家自己去答。係啊。你講起呢個雙套房啦，嗱，其實我哋琴晚啦都麻煩阿馮總理啦。係，冇事冇事。揾到狀法嚟嘅，係啊。咁就嗱，其實我見到萬科商業灣佢都有呢一隻雙鋪。嗯，係嘅，係。嗱，咁就佢哋可能個面積會同你有啲分別。係。啊，佢點樣去睇？會唔會成為一個直接嘅競爭對手啊？呢個即係各有各嘅優勢啦。其實競爭對手嚟講，都係睇客户嘅選擇，即係我哋更加注重客户嘅選擇性，即係。可能萬科就係八十幾平方啦，我哋係七十平方嘅複式，76平方嘅雙套間，其實户型係一模一樣嘅，但係即係喺客户嘅賣單成本嚟，我哋做咗好大個。就是節約啦，我哋材料就節約咗，即係面積節約咗，客户嘅買單價都節約咗啦，再加上即係原來即係個雙套間兩房，即係萬科同我哋有嘅啫，我哋喺雙套間嘅基礎上再。進一步做個升級，做個複式出嚟，做個複式出嚟。其實我做個複式出嚟，我嘅成本就係我做，即係佢嘅架空層做高咗啦，做高咗。其實整體嚟講就係產品升級咗，好似頭先 Nelson 講噶，即係 Nelson 同 Michael 講噶，你中意平層嘅兩房就得，中意上下兩房就得。其實有啲家庭啊，即係老人家同後生仔過咗嚟係嘛，老人家住一層。係嘛？後生仔住一層，大家嘅空間感啊，大家即係各玩各噶，都有呢種即係私人空間咯，仲有呢種睇海嘅感覺啊，私人空間啊，即係俾到好多人即係生活上從即係自己對呢啲基住追求啊，有好大嘅即係滿足感咯。係啊，你比如即係頭先講過，即係香港其實係寸金寸土啦，係啊，係啊，好似點解我哋六月份賣得咁好咧？好多香港同胞。其實喺惠東買屋啊，其實一次機會嘅啫，係一次機會嘅啫。如果用買一套，係啊，一套住宅，係啊。好似我哋依家目前呢個產品，目前呢個價格，可能你買一房嘅價格同我哋同買我哋雙套間或者買我哋嘅複式嘅價格，其實係區別唔大嘅。所以點解我哋六月份啱啱開出嚟可以賣到30多套，都係香港客户，大陸客户我哋都賣咗差唔多50套，一開出嚟賣到80多套。其實一客户嘅選擇性咧，第二真正做到好實用、好私密、好有幸福感，好有嗰種居住嘅生活享受嗰種感覺咯，係啊。一我俾到空間，第二我俾到私密性，第三我睇海，第四即係我哋呢個項目大家都知啦，即係我哋有別墅啦，以別墅有3密套啦，我哋已經賣曬嘅別墅。其實呢個就賣曬㗎啦，係啊，別墅已經賣曬㗎啦。係早兩年嗰時咧推出，基本上係封場。啊，封場太靚嘅位置，頭先講都講過啦。有啲你喺沙灘度睇翻個海，係啊，你喺半山度睇下俯瞰一個山海，哇嘅感覺係完全唔同 feel。完全唔同 feel。山望落去咧，個景觀係靚好多啊。其實南方人好注重風水，有對好注重風水。係啊，其實我哋項目咧係半山，即係半山上靠住山，背後係靠住山嘅，有前面係大海，然後左邊咧佢係一個海龜島，右邊咧係一個獅子山。其實我嘅整個項目嘅風水啊角度，點解就係選呢嚿位置，唔選嗰嚿位置？就係呢個原因。哦，呢個原因。有講究。呢個非常講究，非常講究。整個項目嘅
定位同項目嘅打造，其實針對嘅就係高端客户啦。高端客户整個項目係比較高端嘅，一啲從產品，一係別墅群啦，啊，從呢種複式啦，仲有雙套間、雙套間嘅兩房啦。其實我哋打造嘅就係一種高端嘅生活體驗感。咁啊，馮總講到個產品咁高端啦，但係咧，因為頭先有提過啦，我哋啲雙套房啊，無論係左右嘅雙套房又好啦，上下複式嘅雙套房都好啦，呢個價錢其實可能同周邊一啲海景館一啲單價，其實個總價唔會差太多，唔會差。做到咁高品質嘅個產品，但係你哋嘅價錢可以壓縮到咁低咧？其實即係節七節咧，呢個好多觀眾，好多觀眾想問啊，唔同嘅問題。因為呢個價咧，我老實講，呢個價都同隔離萬科商業灣咧，真係六七折嚟㗎，係六七折㗎。呢兩年大家都知道疫情咧，其實我哋呢兩年係賣咗別墅之後，過咗兩年，呢兩年係冇攞出嚟賣嘅。啊，呢兩年因為疫情，其實我哋公司對產品啊、對市場啊、對銷量嘅追求都係好高嘅一個嚴格嘅把控。但係呢兩年過咗之後咧，就發覺啲疫情是不穩定啊，時穩時唔穩咁。但係我哋已經封咗頂，冇理由唔攞出嚟賣嘅，係咪？封咗頂以後，係啊，時間節點啊？點解六月份要推出？啱啱六月份就係旺季，旺季。再加上我哋點解以呢個價格嚟入市呢？其實我哋複式有700套啊，我哋而家仲有1600套房係起好咗啊。即係準備賣嘅，咁而家以呢個價格入市，一我可以做到即係所有人嘅知道我呢個項目啦，先知道我呢個項目，我而家係即係俾足老闆係俾足咗優惠，俾足咗即係讓利啊，俾足咗市場空間啊，俾足咗即係營銷上俾咗即係俾咗好大嘅支持嘅，但係項目慢慢完善之後，因為我後面嘅貨多啊嘛，肯定係。往上走的这个价格肯定往上走的高走是啊是啊即是让你想想是让你是啊是啊因为停了两年一个项目叫做那我们重新启动的话我们看商就是想第一波用一个便宜的价钱跟一些周边即是识货的人有月光饮品的人会喝这个头三方先受到这件事先是是靠你的口碑口碑传播我相信这个应该是卓越一个理念来的是啊做一些品质是啊是啊等你买等你感受是啊是啊我觉得 OK 你帮我传播去就唔係話一味靠打廣告，靠打錢賣，係啊，係啊，做電視廣告啊，做報紙廣告啊，或者可能講。其實頭先柳成講啊，停咗兩年，唔係停工嚇，係停即係唔攞嚟售嚇，我哋已經全部起好噶啦，就係見到。全部喺度，因為喺啲別墅咧太好賣啦嘛，係收翻一部分嘅資金，所以佢資金同埋，係啊，所以佢就繼續起樓起曬啦。其實仲有一個原因，因為我哋今年年底別墅要交樓，別墅要交樓，整個小區嘅環境必須要做好啊！呢個即係佔主要嘅第二個目的啦。第一個目的啊，我哋即係算唔等啦，等唔切啦，覺得即係呢個項目如果一直係咁做，但係唔賣，人哋以為我哋做咩嘢啊？添係嘛？我咪就係咯，係啊，我咪就係咯，咦？我幾年前過嚟嗰陣時已經起好咁滯噶咯喎，係啊，但係而家仲係咁樣嘅，係咁咪我哋嘅別墅嗰個小區啦，準備今年年底要入去啦，要交樓啦，交樓啦，所以我一定要將我樓上啲啦，即係高層啦，拉咗佢啦，咁加上其實都封頂啦，個時間節點方面咧，其實都要翻，係啊，所以我啲我都要攞出嚟賣，快啲上，其實都好快嘅，即係我整體嘅。七棟樓我已經主體全部做好曬，而家無非就裝修啫，裝修做嘅葉林啫。其實呢個對我哋公司嚟講，對啲項目嚟講，其實壓力唔大嘅。因為我主體工程全部做好曬啦，而家我就係賣，就係主要係營銷賣貨為主啊。呢個階段啊，唔係話即係管工程為主啦。今次咧就多謝房東支持啦。係唔使多謝，大家多啲嚟玩一下。係啊，咁啊後邊咧好多嘢咧都靠你支持嘅。多啲有為我哋嘅好嘅。朋友啊，其實都係冇問題嘅呢啲，即係我喺呢度已經7年時間啦，整個商業灣喺呢度上班已經7年時間，即係對商業灣我係比較了解。其實呢邊香港客户真係好多，點解即係當時我同阿 Nelson 啊同 Michael 啊講啊，呢邊肯定要推一推，因為而家即係復式啊，因為香港客户佢喺惠東買屋企只用一個名額。其他真係冇話其他好大嘅選擇噶啦。如果係有呢種產品，獨一無二噶啦，係啊。你又何必去再買一個細嘅咧？係啊，因為佢兩層可以即係我真正能可以做到解決客户嘅問題，解決客户啊，真正可以買到真自己滿意噶啊，空間大噶，睇海噶啊，呢啲户型可以做到。再加上而家環島路啊，我哋門口呢度有條環島路已經全部整好啦。啊，我哋係環島路嘅第一站。啊，環島路而家
會做一條環島路直通到汕尾啊，啊做嗰度深汕合作區啊，嗰翻深圳呢邊走嘅。未來個規劃呢個半島啊，即係叫隱屏半島啦。佢未來規劃就係粵港澳大灣區嘅真正嘅後花園。你睇今日星期五啦，你睇車幾塞？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基本上塞車點講咧？應該有五六萬人入嚟玩咯。即係往呢個維港啊，係啊，係啊，係啊。咁啊，馮總講到啦，就好多人嚟呢個雙灣玩啦，包括我哋都早兩日啦，即係我哋星期三啊、星期四、星期五啦，咁即係都喺雙灣嘅。我哋感覺到越接近週末咧，啲人係越多嘅。係啊，係啊。琴日啊，我哋琴日啊都係靠馮總去安排，我哋就攞唔到房。係啊。阿米小姐打俾阿馮總，馮總幫我哋安排下攞翻啲。啲小事，小事，小事。雙萬科雙灣嗰啲套房啦，雙套房啦。係啊，係啦。咁其實個價錢都唔平嘅喎。係啊，我哋琴日先知嘅咋，仲要係你嗰邊個價，我哋都覺得話都唔平。其實喺整個商業灣呢個時候，你唔提前兩日訂房係訂唔到嘅，因為佢而家係旺季，旺季時間都係五月份到九月份都係旺季時間。因為整個商業灣咧，佢面對嘅客户啊，即係整個粵港澳大灣區嘅客户。因為商業灣嘅係喺全國好出名嘅，其實雙灣三海呢個奇觀咧，全世界只有兩個地方有嘅啫，一個係莫斯科嗰邊啦，然後。再一個係中國嘅商業灣啦，係啊，所以好多人過嚟，即係真正玩海喺粵港澳大灣區呢個位置，真正玩海都係嚟商業灣玩嘅啫，玩海。所以上灣就係一個即係好似兩個月亮嘅新月咁樣啦。係啊係啊，東嗰邊就係東山海啦。係啊係啊。隨住山海位置，位置就南門海啦。係啊係啊。玩啦就啲人啊，咁講咗啦，會比較風平浪靜啲，就唔會話太過大浪，但係沙又好滑，好易咁樣嘅。係啊，因為你好似而家即係。基本上冇房，而家你訂星期六日嘅房係冇嘅。單間賣到應該係600-800啦。呢個雙套間啊，就係600。望到海差唔多係800-900。係啊，係啊。雙套間嘅而家應該賣到1300-1600到啦。你琴日幫我哋攞嗰間房啊？即係已經俾咗個優惠價嘅，低層嘅，望唔到海，450-500嘅。見到其實佢成個嗰度咧，嗰個管家都好温馨提示啊，到你第一時間揾位泊車先，即係冇位泊車。佢叫啲車係排隊入去嗰度，係啊。排隊入排隊出咁大單，係啊，同埋係嚟自好多唔同地方散開啲車牌嘅都見到㗎，係啊，都見到。其實即係全國啦，都過嚟玩啦。點講咧？再加上即係喺商業灣好少睇到話複式嘅呢種產品嘅客房，其實就係整個商業灣就係我哋二山海啊同嗰個五星級酒店豪山啊，嗰個泰業豪山嗰個酒店，佢個真正每日爆滿啊，真係叫做複式。即係將灣咁多人嚟，咁多遊客，咁多文明，佢哋應該好多一啲內地嘅一啲買家業主過嚟嘅話，咁點解仲會要推香港呢個市場咧？其實即係呢個都係有啲觀眾朋友有質疑我哋啊。你講到咁靚地方、咁出名、咁多人買，點解仲要推去香港嘅市場咧？咁樣咩啊？其實好簡單嘅，即係我哋做客户啊，即係。近水樓才先得月啦，係嘛？其實我針對我哋60-70%咧，都係深圳同東莞客户。然後香港，因為呢幾年啊，香港特別即係商業灣啊，香港嘅客户過嚟買房嘅，基本上都往維東呢個方向嚟走。然後香港嚟深圳又好近啊嘛，深圳嚟呢度又好近。譬如六月份啦，我都唔知點解一個月可以買到30多套香港客户，我都覺得喺封關嘅狀態底下喎。係啊，封關到現場底下啊，封關犀利，好神奇。點解咧？客户有需求，市場有需求，即係唔係話我強硬話呢個產品塞俾你哋去香港買，唔係咁嘅。因為我哋賣產品就係跟住市場嘅風向、客户嘅需求嚟走嘅。只不過我哋覺得咁講咯，我哋覺得呢個地方係似香港嘅淺水灣南區，環境靚啦，咁啊中意啲風水好嘅地方啦，靠山啊，面海啦。第二就係話佢周邊配套其實係 OK 嘅，唔單止玩海嘅，好多嘢玩嘅。其實換來衣食住行其實都可以滿足到嘅。如果你中意去泰國嘅話，真係冇得彈呢個地方，即係好似芭提雅啲嘢嘅室內啊等等啊，係啊，嘅宵夜街都有嘅，係啦。係啊，其實真係㗎，即係大家可以即係如果個人喺內地啦，或者即係就快翻嚟啊咁樣咧。都可以抽個時間，真係可以過嚟行一行。係啊係啊，即係可以，但係即係到時睇一睇日頭同埋夜晚，係啊，過煩。即係夜晚環境，我話俾你聽，你睇唔到啲中文字，我仲以為真係喺度。係啊，其實呢邊咧，仲加呢兩年發展得比較快，好似嗰啲網紅打卡點啊，譬如啊，即係招嗰個招石啊，即係酒吧啊，招石酒吧啊，同嗰個圖書館啊，即係海邊嘅呢個一滴水圖書館啊，再加上呢個風情街啊，再加上呢張好似
嗰啲即係燈塔啊，呢啲打卡點啊，已經全部亦即係做好曬噶啦，做好曬即係喺推廣嘅，即係小紅書啊，小紅書其實呢一把創業翻咧，基本上所有即係嗰啲博主啊，推廣得好犀利，因為點解？因為佢人流量大，再加上而家交通非常之方便，唔同以前啊，我五六年前喺呢度嘅時候，交通真係唔方便噶，真係好唔方便噶，而家都非常方便，非常方便。咁其實嗱，咁你頭先都講咗你喺呢度都好多年啦，喺惠東呢一度。咁其實你點樣睇惠東以前同埋未來嘅發展位？有咩睇法咧？其實即係前兩年講嘅深圳合作區啦。其實深圳合作區離我哋呢度就係大概四十分鐘車程嘅啫。其實未來嘅發展，我覺得嚇，一惠東呢個商業灣區嘅發展一定係即係。做旅遊度假呢個產業嘅做旅遊度假產業嘅，佢係冇咩即係嗰啲工業啊污染，冇工業污染嘅，佢係最人流嘅地方，最人流嘅地方佢有個好處，佢嘅旅遊業會發展得好旺，佢嘅客房酒店發展得好旺。譬如整個商業灣而家有五星級酒店啊，應該有十幾間五星級酒店，佢起碼要兩三個億以上嘅成本先話做到一個五星級酒店啊。唔性格做定，未來嘅一定係粵港澳大灣區嘅後花園，粵港澳大灣區嘅所有人嘅都係必打卡嘅地方咯。即係好似經過呢個疫情之後，係咪所有人去玩喺邊度玩啊？可能即係出省啊、出外國啊玩啊，概念就少咗好多啦。即係呢兩年啦嚇，但係周邊城市，因為整個惠東係沿海地方，佢嚟廣州啊、東莞、深圳、中山，再加上即係。即係我哋啲深圳合作區啊，呢啲地方即係發展得好快嘅，即係人流最大嘅啲地方係最近噶嘛。好似每年嘅遊客都幾千萬呢度，幾千萬。其實佢唔使做咩，佢就係做旅遊業都可以做得好好啦。好似頭先講嗰個複式，平日啊，一到星期四，平日可以做到1800到2100一個晚上，租夠埋一日啊。由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可以做到3500到4000呢個幅度，即係複式啊，複式同我哋複式一樣噶嘛。其實唔係話即係我哋喺度講呢啲價格咁高係吸引，即係香港人嚟買就投資，其實唔係人多，佢需求量會大咗好多噶嘛。需求量一大咗，佢肯定係價格會高咗嘅啊，就係咁嘅意思啦。其實唔係話即係我哋自己邊個價格出嚟啊？同大家講下啊，呢度租金高，其實唔係呢個意思。價格全部大家真係咧，上翻我哋嗰個宣傳啦，係啊，係啊，網站嘅話，其實撳一撳咧，都知道我哋頭先講啲數咧，都係有根有據嘅，係咁吹出嚟嘅。係啊，係啊。呢個可以查到嘅，呢個可以查到。係啊，係啊。其實每個地方佢都有一個即係呢種睇海嘅打卡點啦。係。譬如長三角、珠三角，佢每個地方都有一個比較網紅嘅打卡點啊。其實。商業灣呢幾年，我睇佢喺網上嘅推廣啊，即係好多人而家因為網上發達啊，即係講咩啊，好似即係抖音啊、Facebook 啊、WhatsApp 啊呢堆，好多人都我即係唔識嘅，有啲可能好多年冇聯繫嘅，突然間發咗商業灣，即係好多佢嘅吸引性啊強咗好多，因為人傳人啊，即係。呢幾年嘅發展啊，再加上佢網紅嘅打卡點又多咗，公路又完善咗好多，好似譬如深圳有2000多萬嘅人口，基本上可以保證到你話2000多萬有冇所有人都嚟過呢？其實可能90%嘅人都嚟過呢度，就係憑深圳呢個人口啫。唔係，我真係有少少即係叫做真係中意到去旅行嘅感覺啊嘛。係啊，喺深圳大鵬半島都可以，又好似喺屋企隔離郊野公園咁。但係嚟到商業灣咧，即係好似去咗有少少外國異國風情，所以俾人哋感覺係唔同。好似你講嘅芭提雅，其實俾我感覺啊，其實都係一樣。同芭提雅，因為我都去過芭提雅啊嘛。其實晚黑嘅夜日生活啊，夜日景啊，同啊即係日頭啊嗰種即係市集啊，其實好相似，即係民風都相似啊。係啊，包括你嗰啲建築嘅方式啊咁樣啊，即係你睇除咗啲中文字咧，仲真係以為自己去到芭提雅。係啊，所以大家而家聽唔到唔緊要，我哋都發咗啲相關啲視頻啦、影片啦，咁樣都會繼續去陸續推出啦。係啦，介紹翻呢個翠嶼山海啦，同埋相關呢邊有啲咩好玩好食嘅地方。係啊，係啊，係。咁我諗今日都差唔多時間啦，因為馮總都好忙啦，真係冇少冇少，多謝你哋過嚟。咁我哋喺度再呼一下啦，如果大家對呢個翠月二三嗰啲有興趣嘅話咧，其實歡迎咧就係留言翻俾我哋啦。冇錯，嘅揾阿 Michael 啦，我諗阿 Michael 會比較有發言權啲，因為我呢個好幾次。係 Michael 有啲咩問題嘅話咧，我相信
相信 Michael 係絕對可以解答到大家嘅，咁或者到時有啲咩問題再需要阿馮總啊出嚟做，冇問題冇問題，再約馮總，好好好，一個比較清晰嘅，好嘛，好好好，多謝阿馮總啦，好好，唔該曬唔該曬，唔該曬，多謝你琴晚餐宵夜，係唔使，我哋想餐宵夜咧，成幾我十樣十。我點個菜係十二樣，點個十二個菜？十二樣，埋單幾錢啊？埋單，老闆話四百一，打個折啦，四百蚊。哦，十十二個菜，三廿零蚊，三廿蚊，三廿零蚊一樣嘢，同埋樣都係海鮮鍋氣，海鮮嚟嘅，海鮮鍋氣嘅，好食嘅，係啊，唔細嘅，唔細，搞曬，大家有機會嚟感受下，係係咁啊，到時啦，下次啦，好啊，好，朋友打啲朋友過嚟，一定要過嚟，呢邊可以潛，即係潛下水啊。拖傘啊，咩水上活動都有，啊係，青山啊，小青山啊，係啊係，講過咗好多，係啊係啊，多嘢發掘啦，多啲過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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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得，好好好，咁啊，大家講聲拜拜啦，好，拜拜。大灣區咁大，唔知點揀。咁多楼盘，花多眼乱，自住投资边度好啲？有咩陷阱？有咩做货位？想知多啲，试多啲，可以随时上我哋公司，揾我哋最专业嘅团队倾下噶。我哋喺港九新界、深圳同江门都有分店，可以话总有一间喺左近。仲有记得关注我哋环宇选盘嘅 YouTube channel 啦、Facebook 啦、Website 同埋 WeChat 微信公众号。咁我哋最新嘅市场消息啦、热卖嘅选盘啦，或者啲折扣优惠咧，就喺第一时间通知到你啦。仲有千祈唔好错过我哋环宇选盘全港首创嘅360全景上帝之眼，投资前睇真啲，胜算自然高一啲。我哋 GC Global 环宇选盘承诺全程港人服务，一条龙跟进到收楼。总之，选择GC，包你啱key。